A面外一个，二面外俩，仨，A面外仨，有包，盲点一个。 中路盲点有一个，去158的肯定不行。我去，咱们家里可是。158不是200呀，哥们儿，你得这样想，我说的是200，你开158。B没人，B没人。对不对？黑豹到了，咱们家可是到。对，啊。28，30，小袋儿，轩仔上来。 什么？炸弹已被安放，快去解除 A 区埋下的炸弹。漂亮，三星看见没？前坡呢好像。漂亮，我操！是不是肯定不行啊？开158的。诸位辛苦，手雷的制裁，闪光弹。 前往B点，真的很不错哦。A 搭上了 ，A 搭上俩 ，A 搭上俩，一个22，一个42。A 搭，进来，他妈的，我疯了。哎，那守点好好守。A 搭，全 A 搭啊，剩下都 A 搭了。A 搭要过啊。 炸弹已被安放，快去解除！还有没过的呢？A 区埋下的炸弹，有一点。 咱守点好好守呗，行不？要么就去把 A 大抢了，跟队友去把 A 大抢了 ，B 我一个人就行了，你们不用来 B。可能要打 B 了，那你们就过来补一个。 A 大有吗？还有俩 ，A 大三个，带包掉包了，那还有俩。 A 大贴墙上了，上俩，最后俩。哎呀，给我闪了，兄弟！过点没？盲点有俩，现在。太难了，这 A 大真的这么难打吗？这 A 大这群牛马真的，我过去随随便便杀他们。我只是没位置，我有位置，这 A 大我随随便便杀他们两三个。 掉包，黑包到，你 A 包怎么上来的我都纳闷了。不是，咱就不能抢 A 大吗？我说啥，真不能抢 A 大吗？那 A 大抢了犯法是不是？是不是 A 大抢 A 大犯法吗，大哥们？有位置就抢了呗。 我是直播间有想脱坑入坑的，加蓝色字脱坑入坑，账号价格，然后买账号提我名字还有优惠，兄弟们买账号。